看第九题，他说下列哪些方程式有实数解、啊、我们看第一个方程式，第一个方程式、哦、它是三次式的，所以函数图形呢一定是这个样子，至少有一个根啊，啊至多三个，所以它一定有解。好、哦，上面看第二个，第二个他说哈、哦，二的 x。加上2的负 x 等于0，有没有实数解？这没有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大于0嘛，这也是大于0啊，怎么可能等于0？所以这个没有解。好，再我们看第三个，第三个是说 log 了哈，以2为底 x 加 log 以 x 为底2等于1了。好，那我就定这个、哦、叫做大 X 好了，那这个刚好是个导数，那这个就会是等于大 X 分之一嘛。好，那我全部呢给它平方，全部给它乘 X， 全部乘 X， 全部乘以大 X， 大 X 平方加一等于多少？等于 X。 那这样的话大 X 平方减大 X 加一等于，这个有没有解？没有解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判别式，判别式小于保密平方减 4AC 嘛，四乘以一，这小于，哦，大就是没解，大就是没解的话，小就是当然就没解，所以这个没有解。好，那、啊、再我们看呢第四个，第四个选项哈、哦。他是说这个有没有解、啊、这有没有解？那我把它展开，用那个背角中公式展开，我们带这个公式，一减掉两倍的 sin 平方 x。 好，啊我令这个叫做大 X，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大 X 加上一减两倍的大 X等于三，哦没有，这是平方，哦大概是平方，等于三的、啊，那整理一下的话，把它移过去，就二大 X 平方减大 X 再加二，这个等于，这个判别式也是小于，这判别式哈、哦、，v 平方减四 AC 四乘二乘二，这也是小于，所以这也没有解。哦，这大 X 这个没有解的话，那小 X 当然也没有解，所以4的话也没有解。再我们看第五个，我们看第五个，第五个的话是说4 sin X 加3 cos X 等于二分之九，这会有解的。为什么？我们用那个这个正弦余弦的这个函数的叠合来做，我把它抽出来，它就说五分之四 sin x 再加五分之三 cos x， 哦，这是等于这个。那这个的话哈，我令这个叫这个是等于那个 cos phi 哈。哦 ，cos phi 如果是五分之四的话，这个大概是37度。好、哦，那、啊、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就是 sin phi， 啊，这是定值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合并起来就是五倍的 sin 多少？这、就是 x。啊，加这个 phi 大概是37的哈、哦，我们说约略啊，37度。啊，这个等于啊，这个是等于二分之九，这个有解啊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五除过来的话是十分之九，十分之九是小一嘛，所以这有解。这个是加上37度，这是等于十分之九，严格讲是约略啊，这是约略，所以这个有解啊，所以第五个有解，所以答案的话应该选多少？应该选一跟五。